迎关注本期二江说历史，我是二江。被网友戏称为太阳都晒不黑的著名演员古天乐，曾经主演过一部著名的电视连续剧《寻秦记》，其中讲述了一个原本来自现代都市的人，在机缘巧合之下竟然无意中穿越至古代生活的故事。这部电视剧可谓是中国穿越剧的烂伤了，大家对于这样的剧情其实也早已经是见怪不怪了。穿越这种东西嘛，大家肯定都认为只会出现在电影电视剧中了，但是其实古往今来无论中外都存在着一些科学无法进行正确解释的事件，这也就给世人留下了许多的疑团。今天要讲的就是在中国历史上只称得上是昙花一现的人物王莽。对于王莽众说纷纭，有的人说他是现代先进制度的开创者，因为他在自己一手创建的新朝朝代中所施行的制度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其中的一些政策时至今日都还有值得学习的地方。也正是因为如此，很多人都怀疑他其实就是历史中的穿越者。而他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朝代的建立者，正是因为脑子里有近现代的先进制度思想。可是这样的说法空说无凭，自然是站不稳脚跟的。但是就在一次鉴宝节目中，一个吃饱人带来的一面镜子却刷新了人们的世界观。为什么呢？原来这面镜子本身价值只是属于王莽时代的文物价值，但是集中镌刻的几个文字却大大的让它增了值。镜面上早已经锈迹斑斑，因为保存的不好，所以有不少的脱落，所幸还有些许的字迹还遗留在镜面上。只见上头依稀可见的三个字“福中国”。这面镜子的主人表示，镜子是在一场国外的拍卖会上花了高价带回来的，他看中的其实也就是镜子上的这三个字，一方面是家国情怀，一方面也是自己的疑惑。专家看到这样的镜子，仔细对其进行了鉴定，首先肯定了镜子正是那个时代的产物。而对于镜子上的这几个字，专家们也只能将其作为王莽其人的独特能力来解释了。对于他穿越者的身份，专家们也不敢乱说。那么就让这些遗留的历史文物用他们独特的语言来讲述着未知的谜团吧。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解更多历史信息请关注二江说历史，留下你的评论吧，我们下期不见不散。